刚带您看到正在香港访问的林书豪，昨天度过了他24岁的生日。好小子和小粉丝是互动热烈，除了谈分享这个成功的经验之外呢，在被问到选择女朋友的条件时，他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热心、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而未来也希望可以生3个小孩。林书豪在香港第三天才有第一个公开活动，他打下手印，为青少年的体育计划组织起动力，并且跟100位中小学生互动，分享他的读书及打球经验。林书豪把篮球抛向观众席，更使粉丝们情绪高涨。现场透过问答游戏，让大家更了解林书豪穿的是12号球鞋，腰围有34寸等等。林书豪还让大家猜他想生几个小孩。I want to have 3 kids because I grew up in a family of 3 kids. Yes. 活动现场挤满了粉丝及传媒，有女记者还特别问他选女朋友的条件。I think what I look for is very simple. Just I want to find a girl who loves God and then who loves and serve other people. And you know, that's basically it. No specifications. 林书豪说在香港还有很多地方想去，不过为了避免记者的追访不方便透露。星期天他还会出席一个布道会。像是中视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。